于经解，在江湖中长棋，在江湖中快乐。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我是辉清。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盘特别的对局，是选自于两名韩国业余棋手的比赛，是韩国业余最强战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我认为目前韩国最具有实力的两名业余棋手，黑棋是姜之勋业余棋段，白棋是许荣若业余棋段。这两名棋手在商旅杯和其他的一些和我们比赛的交流中一直展现了自己相当不俗的实力。好的，我们接下来先进入到实战中来看一下这两名棋手。黑棋姜之勋，白许荣若，这两名应该说是目前韩国业余排名最前面的两位棋手。而这盘棋的一个比赛时间是2018年11月11日，就等于是商旅杯刚刚结束没几天以后，他们就回到韩国参加这个一个比赛。这个韩国业余最强战目前已经进行到了第36届，36这个数字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而我们晚报杯、黄河杯今年也才第32届，可见这个韩国业余啊，其实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下比赛办到第36届，肯定还是不容易的。姜之勋那段时间状态非常的好，他刚刚拿得了在杭州拿到商旅杯的冠军。大家可以有印象的话，或者收看我们前几次节目的话，可以看到商旅杯的决赛，他和唐崇哲的一盘棋，他执黑的他也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布局。而许荣若是在商旅杯也参加了商旅杯，应该总名次应该在40名左右，但不要看40名，其实也就差一盘棋，因为商旅杯的赛制参赛人数特别多，而只下9轮，九轮的话有可能一盘棋的名次就要差个20-30名，所以许荣若当时我记得应该是7胜2负的成绩，应该说也是非常具有实力一名棋手。这不碰现在来说比较少见，更多的是白棋在这拆一个，这个在之前棋谱中包括唐崇哲也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变化。当时唐崇哲和姜之勋的盘棋这么下的，挂角白棋走，黑棋逼住，白棋逼，黑棋尖顶，跳，白棋旁的手这样，黑棋点33。从这几招棋也可以看出姜之勋的一种风格，就是非常稳健步步为营的一种风格，又是比较偏爱实地的棋。像这个小飞手脚，一般来说我觉得现在棋来说基本上都是比较喜欢实地的一种表现，比较扎实的一种风格。其实很多韩国棋手都是这种风格。应该说韩国棋手怨声的时代跟中国冲断少年还是有些不一样，中国的风格相对来说更多一点，中国的业余棋手包括冲断少年的一个风格更多一点，而韩国的业余棋手也好，怨声也好，当然现在韩国强的业余棋手都是怨声出身的，他们的棋啊风格都是比较前半盘比较平稳，后半盘比较强的一种风格。这盘棋我们看一下这两位棋手是否也是这样，碰搬。大家可以其实多看韩国业余棋手棋啊，就是可以他们看到他们的棋绝对不是几十年前，比如说10年前、20年前那种特别喜欢乱战那种棋，是特别扎实。现在棋，黑棋长，都是特别注意拿捏棋形。白棋拆，其实我一直对这个结构，我包括准备这盘棋的时候，刚看了棋谱，我一直对这个结构充满疑问。这样一个结构真的好吗？我觉得还不如这样。就这一把这但这几手棋走完以后就不能拆这个了，就把自己下重了，所以我觉得让我下的话我估计还是会选拆或者拆这个比较多一点，这个配合我觉得不如这样，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配合，比如说一碰走，一立，白棋拐，然后当时白棋是虎这个的时候，当时尖点这个就成为了那盘著名的人机大战，阿法狗和李世石，白棋一拍，
从现在角度看，这部正是有了李世石的那次尝试，大家得知道这部拍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黑棋这棋无论如何要长。然后白棋拆，这当然也是白棋比较满意的棋，才有了随后的改革说黑棋这步棋不跳了。白棋虎的时候，黑棋这手棋不跳，选择点三三，粘的时候才会跳。这些但粘以后，这里的黑棋打入点选择会有多不少，比如说有这样打入，而虎的话这里一带就没有战斗，没有打入了。所以正是有些这些微妙的变化和这些理解的一些变化吧，才有了维持不断的一个进步。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结构不如刚才的一个脱退，包括脱虎这样的一个结构。黑棋将来这一带打入还是非常严厉。实际上黑棋点三三，这也可以反映出那个江之勋比较喜欢实地的一个风格。当然黑棋其实挂角也是可以的，白走黑棋比如说拆一个，将来黑棋这拐一下很舒服，拐一下这个配置啊，这里基本上就渐渐实地化了。况且拐完以后，这个高打又是特别大的一步棋。白棋如果不走的话，或者在这补棋的话，黑棋脱退，这里的目数其实黑棋吃的相当的多。大家可以首割一下，各拿掉三个。其实这样围一块空的话，效率也不低。白棋这两下尽管亏损的很有限，但这一下没少亏。总体来说，黑棋其实如果能吃到这样的话，还是效率很高的。也可以就是推算，黑棋每走一手棋其实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价值非常大。既然黑棋这里非常厚实，而且又有这手拐的一个好点，所以黑棋其实挺想把这里构成一个立体型的一个结构。因此黑棋挂角也是可以考虑的。随后白棋估计会先加，黑棋再不走再点三三，这两个交换一下。现在一个 AI 对棋的一个理解就是黑棋挂着和白棋一间低加交换是不亏的，这两个走个比白棋单手脚肯定要好，但交换完以后他不主张点三三，交换完点三三他认为还不如你直接点三三，所以这也是一些棋的一些变化非常微妙，但这些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局面的变化而变化，只是常规的情况下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吧。实战江之勋直接点三三，也可见他比较确实也比较喜欢实地，他比较想让你下成这样，就比如说这样一个构成，白棋比如说来如果拆一个或者逼一个，他再把这个尖起，这样同样也会有配合，顺便把你的脚给撅去了。许荣洛这两个棋手，既然他们俩在韩国的业余比赛中成绩这么好，而且两位现在也都是一个是院生，一个是后院生时代。现在因为韩国院生和非院生也打通了这个壁垒，都是允许互相都可以参赛。他们俩肯定是互相知根知底的，因为下了这么多盘棋嘛，经常能取得好成绩，就经常要遇到对方，所以他肯定也知道黑棋的江之勋一种风格。有的时候我们看棋谱，看韩国业余棋手棋谱，其实也是这样，也是从他对手对付他的招法中来找他的特点。就这搬了一连搬，局部怎么样不好说，也只是一个选择吧。白棋当然这么选择也没问题，搬了长也可以这么选择，但实际上搬了一搬再一连搬，可见啊，第一有可以做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许荣洛也喜欢实地，当然这可能现在没有什么人不喜欢实地啊，尤其韩国的业余棋手都喜欢实地。那搬了一连搬，第二个他肯定知道江之勋也喜欢实地，这个是个白棋倾向于选实地的下法。如果对手是特别喜欢厚重的棋，这把朵花特别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他不一定会这么选择。实际上拔完以后黑棋挂角再打入，这个棋啊，这确实对棋都很有理解，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很想挂这个，挂完这个贴起来。这个但这个结构白棋夹击，这个夹还是很有力量的。这个间隔白棋是肯定要打进来，不打再给黑棋拆，即使拆回啊，这个或者脱了扳，这个子效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他实在反而他觉得要这里打，先挂这个。也是一个选择，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这挂角的方向，这两边都是挺大的。当然点三三肯定也没问题，
白棋也有可能会继续下这个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会继续下一个这个。随后黑棋估计也不能下了，黑棋走的走一个，白棋肯定飞另一个，白棋这两点必得其一，就切记切记，别让黑棋两边都贴着，两边贴都贴着，这个成几何被撞的阵仗，贴到一个的话不怕，这里空还是扁平的，白棋很有可能会这么选，所以黑棋实在挂一个，他就当这块这个朵花对白棋的正式的一个分割。下到这位置应该这个定式本身是黑棋是肯定不会差的，肯定比单挂一下要好，而现在走这个的话白棋一飞，黑棋如果单走这个被白棋补一个，黑棋略有不满，白棋比如说补一个或尖一个或就补一个吧，黑棋有所不满，所以作为黑棋来说还是要积极一点打入。实战这里白棋许荣洛这里一个构思还是很有意思，这他认为直接动就比如说直接跳出或飞出啊，直接动有些不利，就是靠啊有点对这块棋这里一个间隔啊，他觉得有点可惜，如果一旦把撞后了这个挂角的位置正好，所以他下的比较有意思，先走这个夹击，看你应手，你如果尖顶的话我就拆二，这两手棋本身价值也特别大，而且远远的限制住了这一手，将来我这里还可以尖出或长出都有，先把你这个间隔，他你把你这个就当做是一个大场，十二黑棋逼住，一方面也是对这个是个支援，同时也反夹你，但然后就看出他的招了，他再一靠，然后你再退的话，那我这两手交换那太便宜了，所以这里在构思啊，先把这里的范围降低，让你的间隔变小，然后再靠，就不怕损了。但既然这样，这个围棋本身是一个双方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既然这样了，我肯定不肯退了，张志勋就开始反击了。所以有的棋手我们经常说有的棋手是比较好战的，有的棋手是比较稳健的，但其实也都是相对的，究其到底是战还是不战，不是看棋风，而更多的时候是看棋理，也是看判断。白棋拖三三，黑棋这个不能走，这个走这个的话那白棋太满意，白棋一粘这个的话，黑棋这些感觉就拳头打在棉花上，感觉将来白棋还可以搬出，黑棋估计还要补棋，还要在这吃一个，那这样白棋应该是满意的，黑棋这里要战斗搬，这是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内，周围又特别厚，肯定要战斗，黑棋粘打吃，打吃其实和这个退我觉得是一样的，打吃白棋断，黑棋这些不会马上提，即使白棋粘黑棋退，其实白棋可以选择这样一个图断再断，白棋可以这样下，其实跟那个黑棋退是大同小异的，黑棋估计粘白棋把这个吃了，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实战白棋单断，白棋首先这个局部不能吃，这我们要看一下，黑棋走白棋走，黑棋一断，由于这两边都有子，这个白棋站不动，这个白棋太勉强，走这个的话黑棋走白棋爬，黑棋就算补一个，这里你已经这样气的话死的太大了，这样也显然无法满足，就吃割断这个子，这全死了也不行，所以白棋不能下，黑棋此时也不能提，提白就吃一个，这黑棋比较痛苦，黑棋打吃白提，就这下打不着了，这下打不着差的太多了，所以这里基本上大同小异，就大家换了个次序，黑棋挡，白棋粘也可以，实战白棋选择吃，吃的本身粘黑棋估计长，白棋再长是这样的，但白棋单吃也是很有韵味的一手棋啊，缺点是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不能粘了，粘的话白棋黑棋马上提你一下，本身是这样，这被提一下还是挺大的，粘完白棋就提这个啊，白棋先打吃了一下，是打吃完了吃这个，缺点是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不能粘了，粘的话被提一下有点难受，被这个黑棋提一下有点难受，没提，实战也下得非常有意思，黑棋无论长哪边白棋估计这棋都会靠死，但如果直接跳的话白棋有可能会把这拉出来，
黑石这池下得很好，非这个，坚固一手。白石这池不能长，长的话被黑石一揍，这已经是崩了，必须要出头。值得注意是黑棋现在也不能打，打白棋如果粘的话，那这个就是白棋的水平有问题了。白棋这棋无论回不了，还是会冷静一长，甚至靠都可以。黑棋提白就虎，这黑棋收获不明显，将来白棋提回来黑棋还是挺难受的。所以黑棋这步飞是恰到好处的一手。白棋吃长，白棋粘，应该说下到这里白棋也起到了自己的一个作用，一个构想吧，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初步的想法，这步靠以后的一个思路，把自己这里全下后了。而黑棋这个子啊，多多少少有些孤单，同时的面临的付出的代价是把让黑棋这块去实地化了，应该说这还是得失相当吧。所以我打入，打入首先白棋这个局面不能光想着防守，如果就这个时候简单防守的话，黑棋搬，白棋断，黑棋吃，来吃，黑棋爬，走，黑棋跳或者顶都可以，就把局面这个给撑住。这个黑棋对眼形来说，基本上就已经活尽了。即使将来白棋点一下，首先点以后也是有利有弊的，黑棋搬了一连搬就过了。对吧，局部是黑棋第一个是搬了一连搬过了，就过得很安全，白棋做黑棋一路打就可以。第二个，在这个局面下黑棋这里即使将来急了的话，黑棋搬了一侯局部也是活棋，所以黑棋这一带一活，白棋两块棋都还有些隐患，这个白棋不能这么下。实际上我当时看这盘棋，我的第一感是先白棋往这跳一个，看黑棋走呢，黑棋跳的时候白棋再跳，这个转换白棋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白棋选择了单跳，单跳当然是第一感，第一感以后黑棋，但黑棋这步拖下的非常好，白棋又有些难受，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棋肯定弃了，黑就把这块棋给弃了，还可以拐一下，白棋被黑棋贴出有点吃不消，贴出这两个字拿不住，有点是白棋只能走这个，黑棋拐打，这个黑棋明显充分，所以白棋只能搬这边，白棋实际上只能搬这边，搬这边黑棋当然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一个是可以退吃粘，黑棋飞吃，但这样的话白棋这块棋还是挺充分的，实际上黑棋选择了做活，断也是很不错的一手棋，长，这也是可以反映韩国棋的特点吧，就步步为营，下得很扎实。接下来一手棋稍微有些小问题，我觉得黑棋补在这可能好一点，补在这的棋形上可能好一点，但他可能是担心这被贴一下，贴了一拐他整块棋有可能不活，所以他实际上是补了这个飞也好一点，我是觉得这步补的有点奇怪，将来拐也是先手，点了贴也是先手，有点不太肯，是不是可以考虑补到这，应该是可以考虑的，他肯定是觉得有些隐患，比如说白棋走这个黑走这个，他是不是还有点担心这个，如果搬的话他是不是得担心这里将来鼓，然后白棋一吃，就万一外面全厚了以后这是不是有点不干净，在一吃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心吧，所以是补在了这里。下成这样的话白粗看其实白棋不成功，对吧，黑棋这里实地得了，这个角又特别厚，这也活干净了，但实际上这也是韩国棋手的一种风格吧，他尽管不成功，但白棋也把黑棋所有的实地给限制住了，韩国棋手拿白棋的时候经常会采取这个策略，就让你拿点实地，我稍微亏点目是无所谓，但我把自己下下后，对吧，然后这棋白棋其实补一个也正常，对吧，那另外一个就是把这棋啊，就是把蹭住慢慢下，我这两块以后都藏着目，
藏着不少墓，比如说我坐一下，点了一贴，对吧？这里我走一走，也都带着墓。嗯，应该也是他们一种风格吧。石上白是飞。接下来应该下到这个时候，双方还是旗鼓相当。如果让我选的话，可能稍微喜欢点黑棋，但接下来几招棋我实在是应该说是不能认可。这个第一感还是出头，因为这里白棋客观讲还是欠棋的，因为将来这一靠出来本身是有价值，出头以后下面搜刮都没了，而且整块白棋不活。实战黑棋走了，靠了这个出头的价值还很大，白棋估计还是补，那我们再战斗，对吧？白就算给你贴一下也没关系，你就算该怎么走怎么走，我这里还是要战斗。你等你多走两个以后，你这里你多多少少还是有隐患的。实战黑棋靠这个，这招过于实战了。白棋搬，接黑棋顶，这个选择确实我觉得无法认可。白棋吃，黑棋打吃，白棋提，这抓朵花价值还是非常的大。关键将来白棋一手，这将来都是潜力了。如果这一手棋走了，其实这手棋价值非常大。黑棋找空冲断，这个棋嘛走一走是绝对有一手棋价值。黑棋白棋搬，接下去黑棋不想被玩疯，本身黑棋可以走这个。走这个其实我也没看，我觉得还是应该这么下，断一个肯定还是应该单断。白棋走啊，就算这个白这个全封住，这也比实战要强。这个封住这朵花不是正自豪吗？实战黑棋这个家棋形有些不正，再一断，白棋尖顶好手。尖顶以后黑棋有些为难，这个首先黑棋出头不好出，走这个白棋将来随时一扳一打吃就把你给断了，出头不好出。如果立的话，白棋将来就算封住，将来这个搜刮了黑棋有些痛苦，这个全部收紧了。所以啊，这个最主要被尖顶以后难受，就主要难受在这个棋形不正，这里的棋形黑棋很困惑。实战这个，当然实战这个黑棋这个下法我更无法沟通，搬了一打吃，这两下太损了，黑棋一跳，结果起到一个出头的一个作用，也起到了强调这个冲断作用。但实战白棋一加，我觉得这棋白棋是上风，白棋是比较明显优势的一盘棋。这一代黑棋来下，这里其实没增长多少空，将来白棋拐一下黑棋也很难受。拐一下比如说黑棋走这个的话，白棋还能刺，粘的话白棋打拔也先手，打拔黑棋补一个的话，这棋黑棋长了也就十目棋，而把这个点角给卖了，中间白棋就取得这样的一个后势。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棋黑棋这步靠我觉得还是无法认可，这朵花还是挺大的，走完以后并不是说没有价值的地方，尽管黑棋取得了一个联络，但白棋这付出的代价太大。第二个我觉得这步尖也是有些问题，还是应该断比较好，断尽管这里味道稍微差了一点，但实际上也还好。其实白棋尖顶他可能觉得尖顶一下也挺难应，有可能这个，但在打吃啊冲啊这肯定比实战要强。下成这样的话确实这步尖比较难理解，因为以江之勋这个实力，尤其他们这么注重棋形感觉的一种风格，这里下的还是让人有些意外。白棋尖顶搬，这个搬可能更多的是我认为是他觉得无奈之举吧，这吃一个嘛也实在不肯，将来搬被白棋搬了打吃一下，这个就叫欲哭无泪，黑棋粘白就把这玩疯了也有价值。其实不玩疯这点三三也没有，他可能觉得也没办法了，还不如出个头跳，这可以预计白棋这确实要补棋，不补的话黑棋这个冲断还是挺现实的，冲断这个白棋还不活。那黑棋现在也不能直接冲，直接冲白棋有可能先吃一下，这吃了一虎或者先打吃一下也特别大，这里你白棋做劫随时局部是活棋，跳白棋加，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明显白棋收获很大，这一代黑棋下的还是十分有问题。黑棋跳也是为了追求这一靠，
套的一个下法。白棋这里其实可以稍微搜刮一下，这里都是白棋的权利。现在面对这样一个局面，白棋如果搬，黑棋肯定是会断。白棋如果吃这个的话，这个黑棋转身应该是满意的。长不太行，长白棋排四下可以把长不太好，长是不成立的一招棋。这黑棋没有明显收获，还欠着一个断，这个黑棋不好。所以黑棋只要把这个吃了，应该还是有收获。把这个吃了以后，这里的间隔也还好。这白棋先亏目肯定不太可。那如果搬了，被黑棋这样揍一下打吃，粘，这黑棋也确实把自己下厚了，然后再拆一个，这几下应该说是先手便宜了。实际上白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看到里面黑棋其实欠棋的，这一旦冲断以后，将来白棋一打了一虎，即使黑棋能把白棋吃了，也是收气吃。收气吃以后，说不定白棋这粘还有一个先手。应该说这里白棋还是很寄希望，很看重这里的手段，所以选择这个顶断。这顶断没问题。黑棋这时已经不宜发力，因为白棋太厚了，黑棋只能寻求转身。搬。天。实战这个棋啊，白棋拐打，这步有点缓。白棋这棋还是很有心情，先考虑，先要搜刮。黑棋这棋其实挺痛苦的，这个打以后白棋又长了提了再断，这个白棋其实欠的黑棋欠棋的地方其实挺多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黑棋搬的时候白棋先打了一虎，先逼白棋定型也是可以考虑的。实战这个走这个白棋虎完以后稍微缓了一点，黑棋粘上。我这一直没看明白这棋白棋为什么不先逼着黑棋先定型，这个定型还是很大的。走，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杀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比如说白棋这吃肯定要吃一下，黑棋走，局部杀气应该是杀不过，白棋可以在这先断了吃一下，先断一下适应手。黑棋如果退的话，白棋这已经便宜了。如果吃一下的话，白棋比如说收这个，甚至可以先立一下。搬是最复杂，搬现在这样的话，黑棋点这个局部是杀不过。就比如说这样，黑棋扑，但白棋这些都是先手，先手以后黑棋这个加的手段就没有了，对吧？白棋应该先把这些定型定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现在定的话，黑棋来不及加，加的话白棋把这吃了还是非常大，这就是一个次序的一个微妙。实际上白棋先不动手，他可能觉得这里到底选择打劫还是选择收气还没有做好决断，而且单走的话目数有点亏，他选择这一点。这时那个也显示了江之勋的一个胜负感吧，他开始拼了。他这棋如果再粘上再被白棋搜刮，甚至白棋在这一点他觉得是形势不利，他先撅你空，很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平时这个江之勋这个风格应该说是还非常稳健的，但他一旦形势不利，该拼的时候还是要拼。白棋断，黑棋跳，下得非常的狠。这白棋也没法忍了，走这个的话被黑棋跳一个，这气肯定杀不过。像是这样的话，白棋也已经上了自己的筹码，就等于跳，给黑棋把这个子给吃了。但他比较自豪的地方是，尽管这里吃了以后，白棋是拐在这里，尽管这里是吃了以后，但依然是那个有价值。白棋刚才所以说应该走提先手，拐在这里，尽管这里可以吃，但价值已经不大了。黑棋把这个吃以后，白棋这已经来不及吃这个了，所以白棋只能冲断。双方在这里形成了一场激战，这是双方谁都输不起的一个战斗。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韩国棋手的一种风格。平时大家可以看到韩国棋手是非常稳健的，都喜欢拆拆二啊，控制一下对方的控啊，消一消，很少有一些极端的下法。但其实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力量，
很多时候，我们业余棋手在跟他们下棋的时候，业余高手在一些比赛中，就觉得韩国棋手没力量，就很勉强的去找他们杀。但其实这样其实也违背了一个下棋的一个平常心，其实还是应该该怎么下就怎么下。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我们去欺负他们没有力量，去下一些过分的棋，然后被他们一反击，等真正他们反击的时候，他们的计算力其实不差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他们韩国的院生是非常。非常那个院生的制度是非常苛刻，每年只有8个定段名额，这比我国的冲段少年严很多。我国冲段少年最早之前的时候也是每年有20个名额，而现在就有34个名额。而韩国的院生本身就要比中国冲段少年略强一些，而且只有8个名额，而且已经是扩军完的8个名额，最早的时候只有4个名额、6个名额，那个时候韩国的院生是更厉害。他们这些训练正是有这样一个狼一般的环境吧，他们训练是非常的刻苦，死活题咱们早就全做完，他们计算力是绝对不差的。而他们觉得杀这种杀，他们的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这样胜率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更希望慢慢收，然后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再发力，然后即使拼后半盘也是很有信心的一种风格。当你真正过分的时候，他们抓到这样的这种机会，下手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这盘棋就两名韩国业余顶尖棋手，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启示。等到真的拼那种爆发力的时候，他们的出手也是非常果断，并非是那种很稳啊、很那种棋。他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抓到一种机会，跟他们下棋的时候，我们得出结论，就是只要跟他们下，先把空捞了，然后最后一洗。确实，这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但终究还是要有实力。关键还是要决定的，不是用这种战术，而是自己的一种综合的一个实力吧。所以，跟韩国业余棋手下，我觉得还是该怎么下，还是要怎么下，不要刻意的去制定一些战术，去制定一些就是要跟他们杀，然后下一些过分的棋啊，这反而不好。所以，这也是一种体会吧。好的，我们回到棋盘中来，白棋冲断以后，这个局面已经进行到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战斗了。黑棋肯定不能松，一松的话到处欠棋，贴是最狠的。白棋不能虎，如果虎的话，黑棋打吃，走吃，然后一扳，这白棋完了。白棋首先这个争子是不利的，往这争肯定不行，这打吃一下就不对了。往这争的话，争子黑棋这些子就引以为豪。如果扳的话，这气就明显不够了。黑棋一粘，这样的下法就肯定不行。白棋粘是最强抵抗，实战这不粘，气最长。黑棋跳，张志勋可见这个战斗力啊还是很强的，下的这里靠完段，就是从这步靠开始啊，几乎是下的滴水不漏。我用电脑也研究过这盘棋，下到这个棋靠完以后，它招招都是最佳，可见这里的实力吧。战斗中能够招招都是最佳，还是非常有实力的。跳，白棋吃，顶。实战白棋吃这步是一步大还手，在这个它肯定是兼顾这个脚步的一个叫什么，等于是兼顾一个脚步的一个安全。对吧？但实际上，白棋团这个黑棋来不及走。我们先看实战，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补在这好，补在那好。实战黑棋走这个，白棋管，黑棋走，白棋跳，跳是局部最佳的一手。这里一带其实挺反映双方实力的，双方这个下出了用电脑测试，确实双方最佳。然后黑棋走了拆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的区别所在，白棋如果收在这里的话，黑棋只能走这个，白棋尖，黑棋走，白棋粘，因为黑棋这只快一气，然后白棋可以选择打吃这个，就可以把一手棋走到这里了。而实战就等于白棋打吃这手棋走到这，白棋打吃这里，黑棋比如说粘一个走，就看这个吧，粘上。走这个，白棋这里可以先断一下，这个无所谓，吃一下，其实差别不大。白棋就吃，
这个走不走，就插这一目棋，就可以把这全收住。这样的话，白棋可以抢到先手拆这个。拆这个的价值因为太大，这里因为这里的走法基本上就出不来了。这里白出不来的话，这块走一个基本上是实地型的一手棋，所以黑棋其实根本来不及要走这个。黑棋粘的价值不如这里大，尽管粘黑棋可以把白棋收了，但白棋收棋的同时把这手棋给补了。白棋打之后，黑棋还是要走这个，那等于一个区别是，本身白棋这手棋是放在这里，而现在是可以放到这里，那这个差别太大了。白棋随时有空虎一个，这基本上就已经把黑棋给吃住了。这白棋是一个明显失误，实际上这棋一宽，白棋再加的时候，黑棋脱先一拆，这个子就是从刚才变化图的这一手棋尴尬的放到了这里。这一进一出目数差了不少，但即使如此，下到这样的话依然是一盘均势，甚至还是白棋稍好一点的局面。究其一个原因，还是布局说黑棋这一带亏损有些严重。这一带黑棋尽管下得很精彩，但其实这盘棋现在只是追上了，弥补了刚才的损失。下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旗鼓相当的一盘棋，所以白棋其实这个局面还是应该把这个吃了，这个一手棋的价值太大。白棋想吃之前先便宜一下，先打入。但其实从这个格局来讲，白棋中间是有很大潜力的，这个打入一王黑棋下得很好，开了一场，尽量把棋下到外面去，限制这个模样。白棋碰局部最佳搬，这也确实是韩国棋手的一个特长，因为这个棋啊，白棋他的棋心的拿捏确实非常的好。而现在这个局面之下，白棋是明显后势，这里有无数枚劫材，我们可以看见马上形成一个劫针，走一提，白棋先收一口气，把这个走了，别夜长梦多有变化了，这些就别走，这些都可以留作劫材再打吃。这个劫黑棋根本没法打，这里都是劫材，上边也是点了一拐，都是劫材。所以可以看见从许荣洛这个棋手还是很有实力的，他走这种棋隐藏的目数特别多，他的棋的这个非常厚实，隐藏的目数特别多。随后黑棋这个局面，这肯定要处理。白棋粘，黑棋十三尖，棋形又是非常好的一手，否则你这发不出力，提完以后这里白棋都是漏风发不出力，先掘你的一个后路，让你在这走棋，提一下黑棋，这个就不要抵抗了。不走的话，白棋肯定马上找你开上了，开上来之后你也只能忍耐，白棋全活了，这个只能粘，也不用去找劫打，这个劫肯定打不过。白棋冷静一场，依然下得非常厚实。黑棋跳，白棋走，黑棋跳，棋打入以后，白棋就把黑棋这块空破了，但黑棋也并非没有收获，黑棋这里走到一手棋，把这里白棋空给限制住，同时一跳也把中空给消了不少。白棋再转，这一串交换总体来说未见得便宜，白棋把这个吃了，白棋先再攻一下，这不攻我觉得攻得有点不知所云，这个棋其实白棋就收收空。这个就棋下棋一个体会是，像在这里白棋的后势迟早都是有价值的，你并不着急着这一攻的话反而容易失衡。如果说这不攻还好的话，那接下来这不团我觉得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一步棋。这步棋我觉得下的有失水准，从目数的角度讲，白棋这步就这加或者跳甚至虎柱，这都比这手棋要有价值，这个完全没有目的地方，甚至白棋就是冷静的把这个吃了，要走也应该是走这个，将来黑棋挤白就可以脱先，找机会再跟他打劫。如果不走，如果这个黑棋再花一手走的话，那这两手棋的子效远远不如这一手。实际上白棋这个不团下的有点问题，黑棋一尖是带着木的，白棋再刺，黑棋这时粘上也可以，他觉得中间也不小，先跳补。从这个时候可能江志勋已经感觉到形势不差了，看他的招法，再一双一长，那这几下我觉得攻击完全失败。如果说
打入以后的变化是双方各有所得的话，那这几下明显是吃亏了，白棋吃。正因为这几下走完以后没有攻到东西，而超支过去这尖一下，其实从本来道理讲也是亏不少，把这里的空又破了。本来这里白棋全先手，这里都是带着十多目棋，这越走这里目数越少。白棋打吃，黑棋拐一个，步步为营。白棋走这，然后黑棋粘住。那本来原来即使刚才我们看到这不攻的话，这一手棋也走不成这样，黑棋怎么可能走成这样？这样又把中控给破了，这里又把这木给拿了，所以这一串白棋明显失分了。下成这样的话，我当时我点了一下目数，是现在黑白棋都厚，应该是牌面十目左右，黑棋稍优的局面。但该白棋下，白棋管，这就是都是白棋的权利。黑棋说，因为这些就是有的时候后势确实有这样的好处，这官子收着收着目数就收出来了。但现在白棋的一个困惑地方就是白棋全盘没有目，目不够。我们可以点一下，大致点一下这个目数差多少。这按照正常定型，黑棋这里打吃，拐了一打吃，这是一个正常的定型。所以这是白棋的权利，这白棋顶一下是权利，这可以看成挡了立下，这应该是差不多。随后这大致看被白棋点一下吧，就这样的，我们可以来点目。这个现在该白棋下白棋，这个应该是全盘最大的，然后中间不点空算这个白棋加掉，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收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一二三二四二五六二七二十八二九三三十一三三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五四七三四九，白棋五十不到一点。十四，白棋就算五十吧，因为中间肯定还有目。十四、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三、三三、三五、三七、三八、三九，这将来补一个三十八、四八、四九、五十、五三、五四、五五、六七、八五、九、六十。黑棋六十，白棋五十，算白棋走一个，但该黑棋下，白棋还有些潜力，黑棋也有些长目的空间。所以说这棋啊，应该来说是盘面十目应该不到，但确实应该是黑棋稍好，尤其韩国规则是贴六目半的。这一目棋差的还是很多的，下到这样的话，应该说这里带白棋攻击的损失还是非常大。其实从黑棋相反，我们不能光看白棋的问题，从黑棋这步靠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黑棋几乎没有下一步问题手。像韩国现在这种业余比赛，他们经常下的是一种读秒的赛制。好的，我们正好可以介绍一下韩国这个业余比赛的一种特点吧。好，中国的大家就是对中国的业余比赛应该比较了解，经常是下九轮的、十一轮的、十三轮这种大循环积分循环，然后根据积分所得来获得名次。少部分呢，比如说一些成绩杯啊、晚报杯，后面有一些单败淘汰。然而韩国的业余比赛完全不一样，它全是单败淘汰，经常是两天，就一个周末，甚至一天，一个周六就把所有的比赛一个比赛下完，有的时候周六周日两天。把一个比赛下完，很少有超过两天的比赛，所以他们的棋啊都特别快。他们一般我见过的，他们下的是二十分十秒，十分钟十秒两次，二十分二十秒两次，二十分三十秒三次，或者四十分钟三十秒三次，已经是很慢很慢的比赛了。因此造就了韩国棋手的几大特点。第一个，他们的棋啊特别厚实，因为他们的棋特别快，快棋比赛多，所以他们棋下厚了不容易崩。第二个，读秒功夫特别好。就中国棋手跟韩国棋手下，我觉得一到读秒总是会比较吃亏一点，读秒下不过他们。然后就是中国棋手普遍是前半盘优势，而后半盘是韩国棋手好，应该说是各有特长。包括这直接反映到了以后一些职业顶尖比赛，从当年的古力和李世石在那下，大家可以看到前半盘古力由古李十番棋的时候，几乎前半盘都是古力优势，然后李世石在通过读秒的时候再进行，经常会翻盘，这也是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中国棋手从业余棋手开始，大多数下的包杆，从近些年开始才渐渐引进了读秒的一个机制。这其实这种赛制不同啊，跟地方也是有关系。中国地域辽阔，很多比赛，比如说在杭州个比赛，有的地方是从北京过来，你如果到这里一个业余比赛，你从北京跑到杭州只下一盘棋，
一个小时下完就回家，那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而韩国大多数棋手都集中在首尔，所以他们平时也经常都生活在一块儿，所以有的时候一盘棋输了也就输了，也就回家，也就可能一两个小时路程，最远的也就一两个小时路程，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关系吧。所以其实中国一些以后一些比赛也渐渐现在随着有的一些电子计时中越来越普及，这个读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相信这种包干制会越来越少，而读秒制啊加秒制会越来越多，可能会随着这些变化，双方这种读秒差距包括棋风类型啊都会越来越接近。所以这种棋风啊包括都是从小促成的，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韩国业余棋手这些风格也不是一天养成的，也是有它的一个必然性吧。好的，我们回到棋盘中来。下到这样的时候，就双方进入到官子的阶段。白棋这个官子是必须要收到的，被黑棋收到这个肯定就输了。白棋先把这个挡了，先把这收，他想先在这里收点空，还是毕竟你这块棋没活，我还是想走一走。况且如果让黑棋先收的，黑棋管，白棋反而有些薄。白棋先靠，黑棋退，白棋再贴，走。白棋再自补，他要求你补回去。当然，黑棋肯定像这种江之勋这样的高手，尤其后半方很强的棋手，肯定不会这么老实说，这次我赢了，我就补一个吧。这可能补一个就逆转了，他先要把这空先走，我补可以，但你也付出点代价，靠好棋，这完全抓住了棋形。所以我觉得黑棋是不是还是跳一个看上去委屈但实际上更稳妥一点，这不见得便宜，实战这走的。白棋尖，先把这个眼破了，急扳，双方这个官子，这一带双方的官子都收的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扳住，要求黑棋补棋，黑棋补，白棋再一粘，白棋这里隐隐约约多了点目，不过黑棋也不亏啊，黑棋把这里的目数也增加了几目棋，也走了一手棋，而白棋获得挡住和中间这几个子，应该说差不多这一带。随后白棋走这个，黑棋这时稍微收的有点大意，黑棋应该把这下给冲了，差了一目棋，实战没冲，但这里黑棋好一点也难说，实战没冲，黑棋收了一个官，黑棋是把这跳，这两个是一人一个的官子，白棋把这搂打，白棋这里的目数好一点，好了一目，黑棋这里走，但白中间稍微差了一点，应该白这里好两目棋，应该说大致相当。随后白棋尖，黑棋立，都收的非常好，别是补这个，补这个就亏目了，立白棋挡，黑棋可以补在这，白棋挡住。其实挡的价值不如这个提大，搬扎完了提大，但现在白棋形势不利，只能拼这个了。从道理上讲，把这个逆收了很大，白棋提，自提一个很大，再搬粘，这是白棋的权利。跟黑棋这样相比，黑棋提了打吃相比，差了一二三四目棋，这个有逆收四目，而这个走拐一下的话，这个、一二三四，当然也有逆收四目。他所以走这个要拼，否则被黑棋拐一下，这个不是逆手，这个双方后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后手六七目的样子，他实际上是选择了拼大，应该是这个略大一点，这个有逆手四目有八目以上，而且逆手四目差不多，然后实际上黑棋吃这个，他是决定做这个拼搏，尽管这棋差别不大，但他认为如果这么下下去的话应该没有机会了，所以进行了一个拼搏，打吃的时候白棋开劫，但这劫啊，其实对于白，尤其这里走完以后，这劫已经是打不过，他面临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棋白棋，这有可能还是黑棋的一个陷阱，
让白棋逆收，白棋可能还是不走比较好，不走这里都是劫材，而且这里后薄也有点关系。实际上被黑棋补了一个后，这里都不是劫材，白棋搬这个是万万不可的，搬这个是太亏目了，走一个亏了都不止一目，所以实际上白棋加这个，他可能也是选择这个的一个下法，让你有些看不清角上。黑棋立，白棋提，黑棋站，白棋靠，这里都不能直接出棋，当然黑棋也不会补，黑棋补白棋就便宜了，黑棋补就等于黑棋立了一个，白就便宜，白棋要把这里当做劫材来打，黑棋这个时候黑棋就比较好下了，黑棋没事就提一下劫，白棋加，靠，白棋提，黑棋立。黑棋就千万别找损劫，这个劫打得赢打不赢无所谓。黑棋提，白棋搬，这应该说白棋还收的不错的。提，随后黑棋打吃一下，提掉走。白棋管，白棋的劫都是在黑棋空里找劫，越找越少，而黑棋就是慢慢收，边收官边打。当然黑棋这棋也收的有点粗糙，我觉得黑棋可以拐一个吃这个也足够了，黑棋这张长可能也是选择简明，同时他认为白棋走完以后这里劫材也增加了很多，实际上白棋搬是对黑棋的最后一个考验，黑棋如果操之过急把这劫消了，那这棋有翻盘可能性，首先白棋这步有这步鬼手，白棋可以先走这个，这个是个先手，这走完了有一挤一搭，黑棋只能补这个，补这个其实这里面的一个要比想象中要恐怖，这其实是一个缓气劫，也就是缓两气的一个缓气劫，黑棋打吃，白棋一走也就是缓两气，所以作为黑棋优势的一方，黑棋完全没有必要，黑棋把这个粘上，这个劫啊就打到后面这棋就已经是渐渐撑不住了，其实只要黑棋躲过这劫，白棋本身的目数就损了，这个劫黑就当做无忧劫来打，白棋难以逆转了，因此最终的一个原因还是白棋这里攻击失败。应该说总体来说这盘棋还说是质量非常高的一盘棋，尤其在读秒情况下，尤其黑棋的一个江之勋棋段后面下的真的叫滴水不漏，就一些局部的棋形的掌控拿捏啊，包括一些判断啊，都是非常的一个准确，从总体来说这盘棋还是质量非常好的一盘棋，也可以见到两名韩国业余棋手的实力吧，相信中韩业余争霸还是会继续下去。好的，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